对，我上次记得会有讲，我讲了一句，我觉得爱情是超越肉体的灵魂交流。对，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因为我大学是戏剧系，那我们班上二十几个男生，直男只有六个还七个。对对对，然后其实，在排戏的时候，我常演同性恋。那其实，在进入角色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当下是真的爱那个男生。对，那下了戏的时候，有时候角色还没有那么快卸掉，你还是会不断的注意他的一举一动。吊人是非常非常有才华，而且非常有魅力的男生。对，是，而且他非常厉害。就是刚刚不是讲说我们每个演员都会萨克斯风吗？他已经可以吹我们的主题曲了，所以我相信在我们从零到对结束，对，所以我相信我们不久的将来如果要开播的时候有记者会，他应该会在现场演奏一段。真的，他真的很会吹，嗯，戏很好啦，戏也真的很好。那个拔罐可以看一下，拔罐也还好哎、欸，我刮痧，我就想说。我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好超像家暴。家暴，对啊。你也敢动呀？我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想说应该没那么累，然后就去刮一刮。我在想，应该可能前阵子生病，然后身体有很多毒。过年的话就是帮家里的忙啊，这是一定要，因为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粉丝去买饼，然后他们就很期待想跟你拍照，所以我看看嘛，如果可以。站个九天或是七天就在那边讲。我会发现因为有时候你在站柜，然后必须要一直拍照，但我会发现我第三天就开始有点笑不出来。笑不出来原因是因为我已经笑到脸都僵了，然后就有一点颜面神经失调。因为我有一次是连站四天嘛，然后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是笑，但是我只会笑一边高一边低这样。漏毒没打好。我那个是漏毒啊！我是笑到笑。笑到就有点颜面神经失调、啊。有一次是站第四天就有这些问题，但现在戴口罩的话应该就会好一点。啊，对，你可以这样眯着眼，其实你嘴巴是嘟嘴，没有笑。这样应该会好一点。